加强。好了，我请一个学姐来示范一下哈，来庭筠来示范一下这个三拍的律动，好，那个强弱的部分稍微加重一下哈。下面你有听到那个庭筠在唱这个歌哈，他那个强弱其实很明显的哈。华尔兹是个非常的耐听的一个节奏，所以他情绪是慢慢慢慢在加，而不是说狂加的，或者是你。